大家好 ，ST 度，咁今次就介绍 Tomica 112号。咁今次呢架车我买嘅原因就因为我买一个套装，紧急车辆套装，其中一架警车就系以呢个壳嚟整嘅做警车。咁所以我有啲特别版，自然都会想买翻原版。咁所以喺度啦。咁呢架112号就是一个 Subaru 的 Legacy B4， 系啦，2009年的车嚟嘅。咁今次佢就系以呢只深灰色，基本上黑色咁嘅样嘅，系啦，系深灰色嚟嘅肉眼睇。咁我再镀埋银啦。今次个镀银好正嘅啫，诶，镀银冇乜嘢，但系呢架好七彩缤纷啦，佢闪灵灵系啊，超型咯。不过部机影唔到啦，系肉眼睇先靓啲。咁功能有趣地就是可以开到车头呢度，系谂住避震啦。开车头冚嘅反而系，唔系好清楚点决定边啲开车头冚，边啲系开车尾箱，边啲系开侧边啲门。系啦，咁啊，今次个型号几型嘅，即系你远睇好普通，但系近睇，呜几型。系啦，唔嘢少咁，好似马力嗰啲好劲咁样望落。咁好啦，今次架车嘅介绍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就 like， 记得 subscribe。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